奇特的2020年呢，终于过去了。但是我们呢，很庆幸生活在龙潭，一个接近世外桃源的地方。祝愿，祝新的一年红红火火，牛气冲天。哎呀，快递。其实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，那个时候是物资极为匮乏的一个时期，后面慢慢的就是大家都是往外走，我们整栋房子几乎都空余出来，就没人了。当时到福州待了17年了，但是我每天的梦境当中都是在自己老家，而且都是在儿时的那些巷道，所以我每趟当我走出去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大门一关，那种心情啊，真的是非常沉重。我都觉得，就是自己好像终究好像根都没了。我们这里就是说，搞这些活动的话，它的就是观众的这种参与度很高，因为大家都是一种自发性的。就是自娱自乐的这种方式来做。他这个牛其实在奔跑的时候，他往架子上，这么翘上去。不过用木头做架子能做这样子已经不容易了，不错，还好。这是人家老宅。这栋房子就是我家老宅。现在做什么？啊？现在在做什么？现在是我们村委会租下来。做美术馆，这些应该用笔杆子抠嘛？抠一下，做一些肌理感。前面是那个画完，然后因为当时要表达那种情绪嘛，很多人不是把那种安全感放在房子里面，但是反而是很危险的。我之前的话，因为我身高的原因，然后之前。早期的时候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我自己也会做一些气球，就是那种魔术气球啊，还有给别人布置啊。有一次的话，就是我画着画着，突然之间就有人要了，那时候就让我很吃惊，就觉得哎，怎么可能？后来我就相信，那个就一直继续画，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我觉得就是。经历了一个一开始的一个拘谨不放松，然后到放松，然后就敢于尝试，也更勇敢了。在生活当中，你也会去做更多的尝试。您画的是啥呀？我这画的是以前的一座小木屋，这个木屋已经被拆掉了。这是您家祖宅吗？我们村里面就以前就有一栋这样的。他这个拆的时候，我留了一张照片。画画这个事情，就是我们来有想来画画的，就是感觉哎来画画有兴趣，我感觉很画画很开心。说完这个，可以我又开始叫木工。你如果愿意去龙潭去看一些家庭，你会看到，他们怎么挂了很多自己画的画，他就很主动接。结果呢，他会产生他生活方式的变化，这个生活方式有价值的，它会导致他种的田都有负价值。政府的政策是很清晰很明了，然后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。龙潭村只要是我看上的哪一个房子，那他由村委会出面协调，也很快可以达成协议签订合约。我小孩就在这里生的了，就在这里，二胎就在这里怀的，在这里生的，就是举家搬过来，家里人父母，开始是我一个人来，第二过了2年是我老婆一个人来，然后今年是我老婆带小孩，还有我爸妈都来了。